那我要跟他换血吗？不用跟他换血。可以换，可以换，可以换。OK， 收到。拉皮亚诺。这里放个夹子。哇，阿素三，他是不是出了个勾啊？是的，是的。我还以为我都以为他可能要闪现上来 Q 一下呢。啊，这个 OK。平常加默契。拿治疗的。能杀吗？哇，你能能爆啊！你们等他一下。我是废物啊！帮你抓下来，帮你抓下来，帮你抓下。哎哎，你后面有个棒子，那让他打他一个闪，扭不掉了这下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哎，没棒你还加个闪，可以接受。我是废物啊，我为什么没死他呀？好奇怪啊！我不知道，他点了凯旋吗？也不可能呀，我又没死人。哎呀，我这没死他。我直接到后把一，或者我多一下呢？感觉可能我可以多一下。可以哦。哎，要不我先反蓝吧。其实我多一下也行，我多一下也不会被他杀。而且我的没吃到那个治疗的效果，就是那个治疗是有点单吃了。嗯，没上治疗吗？我满血啊，我吃。哦。那没事。OK， 我能杀，我能杀。奈森被自己单杀可以。太了，我肯定是出问题的，我想想。不知道你在中，但好像其实我那他也不能一条，如果我再跟他对一下，他就能闪现杀我了，我闪现直接交了都。帮你去下了，帮你去下了，帮你去下了，帮你去下了。收到，应该大概率进你野区的。我先看中路，一个伤害吧。我是野区看一眼吗？我去看一眼。如果你没惩戒的，我可以把他蓝抢。嗯。哎，没劲了，小心啊！泰坦在河道，泰坦。哇、哦，什么意思？他直接抬个路上来。哎，干他！哎，个兵，我三级，来，随便打。他们不进。他们走了。帮你能去中，帮你泰坦能去中。泰坦不可能去中，泰坦。你快走，你快走。Good。哎，我来帮你推吧，不用回，不用回直播。嗯，我自己可以推。小心吃钩。永不动摇。想 A 五。帮你在下半区，帮你在下半区，帮你在下半区。收到。Good。准剑上，大的大的，大的大的。好，我被卡住。永不动摇。这波推线可以越上啊，我觉得。豹子可能会打。豹子应该会拿回家了，豹子回家了。OK， 拿起来了。你把他顶回去吗？好紧。走吧，越上，真走，来。OK。嗯，不早了。来，你要顶塔。和平。这个。豹子来了，豹子我看到了。那这样去玩了。你们上吧。没阿达姆吗？大概直接把你卖了，这边我死不了了。没事，他们上工具了。他们血推，他们抓我们。好亏。血推。没把你卖了，都知道。我直接跑。然后治疗也没事。把河蟹吃了吧，他们。可以。他们前上这波能动，但是他没地方抓呀，他六了，他这波没地方抓的，其实他可能也去蹲了，也去抓我，他也去蹲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，我伤害这么大，我一千的血其实秒不掉我，我还留个血，啊，马龙，他有空。打抱不平可是会挨饿的。现在还没露着，在下半区。
峡谷一分二十秒，峡谷一分二十秒。OK， 准备就绪，准备就绪。泰坦不见泰坦，泰坦漏了。我会为了理想而战。我暴露位置。啊，这先浪给什么意思？又没 Q 人，他 Q 刷了。我能来一下，我能来一下，我在赶，我在赶。齐安娜这波推啊，我们再拿四张也能来。我去绕后吧，我去绕后。别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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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练他。我的木很值钱。好，好痛。起飞，走，推一下，推一下。走走走走，齐安娜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他在追，没来西安了，没来西安，没来。刚才聊，没来装什么？这两个逼，但是。不动摇。很好，为什么？别让他去吃，别别去致命结构。啊，算了，别去了。哟，再见。他溜了。哎，哎，好的，好牛。算了吧，真算了，真算了，快走。啊，真要操作吗？别吧，真别吧。我先，我先回的。花园去上了，花园去上了。应该送了，我没注意他去哪儿，肯定去上。好像换掉，应该没啥，啥了再说。泰坦到了，泰坦。没事没事，我绕一下。和平。转了个闪，我选了个闪，还行。啊！哎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他怎么放了个睁眼呀？我推击失败了。推击失败了，推击失败了。先先放能看吗？他有大，我得。没进去完看。我再看。以后我直接走，我直接走，估计你也会强行走，我直接指挥你。他放了个眼，不然我真有机会偷掉他了。他很亏，他放了个睁眼哦。好的好的，他很亏。收到收到。他们想过来打的。他们下路来不了，他们下路来不了，他们下路来不了。天哪，没想到，放了个空弹。看天哪吗？先锋捡一下，先杀人，等会儿去捡先锋。给你把先锋捡了吧。也是一种负担。我一下吗？我把撞出来，我把撞出来。直接追，直接追，我把撞出来。泰坦。想起来了。撞撞撞出来。九点血。位置，他他妈太想个暴雨，没事没事。我没事，你快走。跳走了。早还好有。泰坦来上路了。嗯。那我也不知道他在哪。如果他们死了的话，这么做就不算太好。别越吧，越不行。齐安娜在，齐安娜在后面，齐安娜在后面。齐安娜没大，没大的，没大没惨。你让我的时间变得值钱了。我小心一点，他冲了。专注。拿钱，走人。好让人担心啊，真的。帮你。治疗，干嘛？治疗不要。哎呀，你怕吗？完全不用担心我。他们搞针对，我操。有点短了，这个眼。哎呀，这搞成小动作，他们防得住我呀！他金花 Q 了，我一下子他要直接飞我了。小龙，他推波线，我得回一波。其实还要还有一波线要。放你在，我被踢过来。我先去小龙看一下。让我来搞定这单买卖。到
我回了，我真想回。你是二 Q 到吗 ？OK。走了走了走了。他点你两下，将近300血。他应该死了，很多。这波回家有神话了吧？对，有了。我们下次就你死了，你这个位置你已经死了。对吧？冰冷的尸体。没事，我们来三打四吧，这波。先是来。他们能跑吗？跑不。没事，天上又出现。我可以开大招当工具。我要这个 AD 看一下这个位置。他俩来这个位置看一下吧。他们就两个人。来，我操！我没意过来，兄弟，我来了。你杀吗？等一下，他从我脸上来了。快接了，快接了！没想到你啊，我知道。泰坦没想，泰坦也没想。一人太深。我想想去哪个位置 RQ 他一下，他肯定要上线了。哦，好吃！哦，好杀，好杀！专注！哎，操，这操这个角度，打爆不？踢了，我一个多的。卡莎这波可能不会来杀的，我还来，哎，我们也管不了他，也揍不了他，我回的，回吧回吧，哎，我在靠，真不怕呀，放你在，吉安娜可能在后面啊，吉安娜要是过来了，你怎么才五级啊？对面是谁？又送了。真可以来吗？我这把好不起来了，我想一直想恶心他。上头了。卡他没大，卡他没大。峡谷，峡谷拿峡谷中路一波了。OK OK OK。一波了吗？就。啊，对啊，拿峡谷一波了，拿峡谷一波。OK OK。借了借了，这英雄借了。太难了，这个位置太难。他也就六级。你点塔吗？瘦了瘦了他一下，太难没什么不太行。哎，他这个 Q 是想骗我盾。我操！一瞬间四个，用不用能把我秒了？我操！有伤害的。嗯，等我出来峡谷。AD 没二 ，AD 没。哎，这个伊塔呀，应该能上去。他们双人组没什么状态，不过暴你能拿一下。无法杀墨剧。就拿峡谷接有啥买就接啥买，他们中单是没二的，两个菜鸡在这互啄。永不动摇，来推动吗？我绕后了，嗯，我在推，我直接招，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来开视野。可以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看一下，看牛一下，他W咬一口死了。我
下半区没了，上半区我看能不能守一下这个中塔吧。单杀，哎，很好，好预判。如果他们死了的话，整座的不算投了。不送了，不送了，不送了。我也不送了，我也不送了。小龙，小龙。OK，OK。两件了，两件了。拿钱走人。也不贴贴了。看着我给你加速，拉回来，拉回来。哦，溜溜球，是盾剑上的速度。我金牛，二十，中塔就1200的血。专注，他们这波抢劫了，哎，他们还是一直抓，是吧？钱了没大的，钱了没大，来吧，帮你，帮你。太大了，那好像有点浪费。没事没事。拉龙吗？打龙吗？我蓄力，我自己只要蓄力。他们就是在干嘛？他们放。TP 上路。拉龙线。人上也是有人杀，他们人全在，我们不好去追攻。上一塔已经没了，上一塔可以考虑他们中二或者下二。比一下中二，中二跟下二都可以去。上一塔肯定没了。命不动摇，我的财运我做主。还下吗？下了下了，下了。哎，上路两个。哎，是哎。他也不上。上手，他们就只有两个人，他们一个人都没有，还不守着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一个人都没有。good good。塔下再看两个，我们三个了吧？只能算你们两个，我没什么用。大打，可以可以。他们应该不会上来打。哎，真的牛了！你不要反击的，开口治疗，快跑，所有治疗，等他飞。我什么意思啊？我啊，是你们吗？哎，这是就开通了。喂喂喂！喂喊走！看你。没线了，我先撤了，兄弟们，等会儿见，我回去叫人。我操！啊啊！我来接，我来接。哎！我打武器都不带掉血的。哎，怎么出空心的？哎，能不能回来？能不能回来？来了，我来了。大雷霆，我好冲！冲锋！哎 ，OK， good， good。中路没线，下路可以。我能带几个，我把线带几个。你们拆一座高线塔吧。我的血量、，OK， 直接顶。没用，拿塔。对 ，A 把先把这个塔 A 了。上上刚秒了。有吗？好大！我边缘 OB， 没办法。我疯狂点塔，我操！他不讲武德，交闪了。等你 TP， 我都跑了。Holy shit！ 有点吧，有点吧，不要不要。我先避一下，他们想打，他们想打。他们打的速度一般般，还行的。我可以去收家了，刚才。哎，真想打，真想打一波 all in 啊，想拼了。我放好眼了，看他们怎么做。能使我仰望。应该要拼灭了。应该是要拼的。他们没打，兄弟们。
可能不打呀，他们这个。来来来，看一眼，再打再打。哎，卡莎，卡莎没大了，卡莎。啊，对，卡莎没闪，卡莎有大，说错了。遥秒了吗？没事没事，就是这个。摇把手，摇把手，开始打打打打打，五杀五杀。啊？现在敢来？杀杀杀！来，堵我了。不然这波有点太多吧。我直接追。追追追追追！减速。走了。自拍。给他大死。白痴白痴呢，好像拆不掉啊，拆不掉了。沙漠驯服，打我了吗？来，我能来吗？我有啊，我先走。然后他们两个大的我都拖不了，加纳也有大哦，我应该直接推的。来呗，直接 A 吧，两下就一脚了。啊，好像有点害怕。我大我大，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，兄弟。我大，大。啊！啊！坏了，被接住了！哎呦，哎，出来了！没事，没参加我们的游戏。哎，出来了，大师。